啊，文具都已经卖得七七八八，你仲想买啲玩具俾啲小朋友啊？好啊，买啊！其实你系咪好攰啊？不如帮你攞啲啊！咁攰全部都文具嚟啫嘛，咪当举重咯。其实你咁忙，你唔使一定陪我噶喎，你有事要出声啦。嗱，你唔可以咁讲啦，帮助有需要嘅人系我理想嚟，所以我哋志同道合噶嘛，系嘛？我细个童军嚟嘅，日行一善我已经嫌少啦。我周不时都日行两三线，真系夸张！我想去一去洗手间先啦。咁你俾埋我。好嘅。先生，麻烦你让开少少。先生，唔该你放低你只脚，我要坐。我俾多次機會你，放低只腳。如果唔係，我做嘢。做嘢？做咩啊你？你再唔走，我幫你做記啊！咩做記我唔明？咩叫做記？哇！咩你咁煩㗎？你過主啦！唔係，我真係唔明。講多次俾我聽，咩叫做記啊？做記咧，即係話你再唔走，我就打死你啊！明唔明啊，叔？明曬。但我同你講，我一個律師嚟。剛才你做的事已經構成恐嚇和普通襲擊罪，最高刑罰是監禁5年。如果你不在我眼前消失的話，我立即報警。還是你想出去直抽？啊？歐陽，出什麼事啊？小姐啊，你認識他嗎？他說要打我，我很害怕啊。不是，我們跟他很和平理性地講解一下法律責任的知識。不是啊，小姐。他剛才說想擺東西在那邊，不讓我坐他旁邊，跟著還說要打我，打完我還要找法律大我，你救救我啊。事實不是這樣的，剛才他一隻腳霸佔兩個位置，他調轉了一些來說。不是的，小姐，你看看我，你再看看他認到這樣，我有什麼可能霸到他的位置啊？你還說謊？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，我們還要晚，我們走好不好？小姐，你真是好人啊，不過要小心一些衰男人。說什麼？不要生氣，不要生氣，你很累嗎？你很想坐啊？唔係，行多七個鐘都得啊！咁繼續買嘢啦。點啊，叔？頭先係咪好唔鋸啊？你唔應該掂我。Hi。出嚟。Let's go。Fanny， 做咩啊？冇嘢啊。哇！小姐，啲花膠好靚噶。誒，我識你老細㗎，可唔可以打個折頭啊？你識阿李生㗎？咁既然係李生嘅朋友，俾個折頭你啊。唔係李生，容生。我哋老闆姓李，唔係姓容。容国辉喎，唔系老细咩？容国辉，佢边系老板嚟噶？Fanny， 你接琪琪放学啊？你之前话同容国辉一齐，系因为佢有钱可以俾到好嘅生活你，但其实根本上唔系康美铺嘅老板，而系个会计。他住緊嘅地方唔係佢嘅物業，而係租翻嚟嘅，所以你之前講嘅理由根本上都唔成立。我真心想幫你噶，不如你講個真相俾我聽。咁我知道佢冇錢，我都同佢一齊，咪即係我真係中意佢咯。你唔好再理我哋啲嘢啦。你唔好自欺欺人啦，你唔應該放棄一個真心愛你嘅人㗎。總之我同阿江分開咗就係分開咗啦，冇咩好講㗎啦。放開啦，放開啦。
啊？唔使啊。我帮下住啊。都话唔使咯。唔系你重啊，我帮你啊。都话唔使咯。唔紧要啊，我执啊。唉，知道你心情唔好噶啦，嚟啊，陪你饮啊！我哋出嚟行嘅咧，面子系最紧要。即系写成顶绿帽照头笠落嚟，我明你几恶啃噶。但你饮死都冇用噶，你死咗对家夫淫妇咪一样风流败活。嗱，冇嘢噶，做男人，条女俾人抢咗，咪做嘢咯。冇错啦，以牙还牙，十倍奉还。定打我金。打鑊金有咩用啊？我聽你講咧，你條女不嬲都多病痛，又有哮喘，你都使唔少錢喺佢身度啊！而家個奸夫搶咗你條女，應該佢又代你還錢，還翻咁多情債前債俾你就啱啦。咪話做兄弟嘅唔撐你，我出過條友叫容國輝，喺海味店咪做渣數，日日大把 cash 喺手，一於老笠佢，你乜手都報曬咯，仲諗咩啊？男人有錢就翻到身。到時大把女，邊有時間你傷心啊？冇錯啦，做人咧就千祈唔好後悔，要坐言起行。呢次大禍，眼鏡蛇身邊條心話俾我聽，佢同埋阿鬼頭鷹撩阿飽光，想搞亂國輝，老笠佢嚟報復。堅定留啊！留了我唔會同你講啦。喂，如果堅就大禍喎，佢咁搞法翻唔到轉頭喎。喂，喐下手去搞傷埋人，點搞啊？都係啲用眼鏡蛇線佢嘅啫，趁佢俾條女飛，想借佢發財，唔係邊個好事收留佢？嗱，你唔好俾我估中啊！呢鑊嘢一定係黑狗偷食，白狗當災。中咗住你哋啊！有嘢想同我哋講啊！阿江同 Fanny 件事咧，我有啲頭水啊！check 过晒，容国辉每日晏昼11点前咧都会攞公司啲数去银行入，而星期日咧银行闩门，所以逢星期一不锁特别旺利，亦都系落手最好机会。咁 CCTV 个位咧，佢喺两间铺头嘅侧边都有，最好就喺容国辉转右嘅街口之后就可以落手。咁啊奇怪啦，点解呢个时候容国辉仲未铺头嘅？咦，系喎。平時佢未夠九點鐘就鋪頭嘅喎，石哥，我聽個電話先。嗯。喂，你好嘅。緊要事啊！我喺家家嗰度收到風，佢話聽到 Fanny 過兩日就會同個奸夫飛去美國駐扎。嗱，走得咁急，分明係避你想米成罪。嗱，包哥，我唔係多事啊。不過兄弟一場，我唔單聲你知，我真係過唔到自己個關。佢同你分手一個月都唔夠，咁快同人結婚，佢當你咩啊？我等你唔抵咋。
石哥，我得緊要少走先。喂，有咩緊要得過報仇啊？我依家就去做嘢。你而家睇緊嘅係 TVB USA 官方頻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節目片段，就快啲撳埋下面呢個鐘仔 subscribe 啦！